彰化市農會以及彰化縣政府透過三觀合合作的模式，把彰化市出名的新山堡結合觀光、古蹟和小食為主題，請鳳甲行銷系學生翕一個推廣影片，將彰化的農產文化、觀光、古蹟和小食做回來行銷出去。行銷影片一開始，學生用輕快舞蹈來插入氣氛。由鳳甲大學行銷系160位學生分作18个組別，以彰化市新山堡的咖啡、香米、蔬菜为元素，以农业休闲产业者的需求为考量，拍出一支一支满意的行销推广影片。过去拢产官社，咱是把咱的产业放伫最主要。那么今年咱有来追加这个人文方面的，加咱这个旅游方面，就是。介绍，譬如讲咱遮个鸟翅啊面啦、肉丸等等吼，啊，佮有即个古迹，啊，佮有即个旅游，咱希望甲人带入来吼，会当趁钱是即马上介大个即个口号嘛吼。馆长吴明国表示，透过店面顶和同学发挥创意，提升设计能力，提悬视野，更加会当深入了解彰化即块宝地。我们对产业发展的。这个轨迹啊，能够展现在我们这个世人之前哈、哦。那对于产业的行销、三宝的行销，对农民收益的帮助，都能够贡献不少哈、哦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影展，结合产官学，大家一起来合作，让我们彰化市农会提升我们产业的能见度。透过三观合合作的影展，总共有160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，分成18组来制作宣传影片，要将彰化市的小食、观光和古迹行销出去。中央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